全世界无人会相信咱两个人灵魂交换的。就安尼啦，你去四界甲别人讲啊，我想绝对无人会相信你所讲的话。高冠达，我甲你抓起来，就像进民国甲关起同款，一直到我找个灵魂换掉的方法。你这么认定民国，你阁真正是青出于蓝的。伊的奥博你拢学会晓啊？也毋过你安尼做都无参照我实在经验去呐。你若是安尼做，志玲会更加怨恨你，所有的人会更加讨厌你。我即马看到你，都想着当初的我，唔认命，爱强求，正经你伫家苦扛，叫我爱放下。我即马嘛想要讲一句话，搁行你放下啦！啊！管他，你要做梦啊！不管你安怎过，你的灵魂永远是垃圾，搁管他，你永远免想代替我。也唔过我即马改过，还搁会好啊！我已经完全洗白啊！我会好好学习。金眼娟，我会学你的个性，学你讲话方式、生活习惯，啊，佮做人处事的态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挤牙膏，拢为下面挤到上面，啊，佮有洗面膏洗好，我嘛甲淋浴间挤到大，我嘛要合适你，体贴佮温柔。还可以体谅身躯边的人，毕竟咱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要模仿你，应该不是困难的代志。还有啦，你的内裤颜色太朴素啊，我会去买一挂较鲜艳、较骚的颜色来穿。我想我有淡薄改变，应该无人会怀疑哦。也唔过。翁阿婆亲密关系，我都袂模仿你啊！我想这点，我靠近啊！高官长，你俩太原生意被冲了，你铁头被冲了！高官长，你把叫起你家台戏，指定要背起你的，你别想想！高官长，你先做啥？你受伤了？你先做来做，你起笑。手机我根本就看无啊，啊画字哦，啊我若看无，我就甲难过跳过，啊这种做法要哪会成功啦？所以讲，恁的问题跟我无关的，跟我无关的啦。大姐，啊，大姐，我拜托你，我真正无办法啦。歹势啊，少年的，唔是我要甲你斗三工啊。我真正是哦，能力有限，我该自身就难保啊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老公啊。位置落来到今嘛，你伫头上有底线。
这不是我所实在经验就会做的代志。我挑战你的底线，我什么时阵得罪你，我拢唔知呢。我看到你生气，我就想办法把你按耐。你若是因为我替你点沙拉，你都无欢喜，你敢袂想过阿爸？我阿爸，我袂爱只是尊重。点无同款的菜，这是我的习惯，嘛是咱的默契。刚刚你较早，拢是假做伫配合我，第一眼给我看，咱就是遐尔契合，所以甲你做伙，才遐尔轻松，遐尔自在。你从来袂逼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，嘛袂安尼敷衍我。我若是有情绪，你拢会想尽办法安抚我的情绪。袂惨就拄只安尼，讲什么冷笑话，变什么无聊的把戏。你安尼做。甲迄个轻浮、恶心、油腔滑调、高官导师无共款啊！我只是无想要你生气嘛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啊！无安尼啦，拢算我的，拢我唔对，好不好？啊，是我给你拍，给你消气。嗯，我给你拍。你到今麦敢有知我要紧啥？你这什么？怎会改变遐尼啊济啊？我都没实在你了呢。